身为三军统帅，我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，维护全体国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我会和国军弟兄姐妹站在第一线，共同守护国家安全。此时此刻，国际社会正高度关注民主台湾，而面对外在的挑战与威胁，我们会持续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，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。我对国军有信心，我要感谢每一位国军弟兄姐妹坚守岗位。